तारणं गच्छामि धम्मं शरणं गच्छामि संगं शरणं गच्छामि बुद्धं शरणं गच्छामि धम्मं शरणं गच्छामि संगं शरणं गच्छामि बुद्धं शरणं गच्छामि धम्मं शरणं गच्छामि संगं शरणं गच्छामि 观想譬如遮那佛啊，为我们灌顶加持。阿摩高白罗伽那玛哈穆特拉玛尼贝玛吉巴拉普拉巴达雅吽。Om Amoga Parochana Mahamudra Manipemajipara Prabhantaya Hum Om Amoga Parochana MahamudraMani Pimaji Para Prabhantaya Hum 释迦牟尼佛 Om Mune Mune Maha Mune Ye Swaha Om Mune Mune Maha Mune Ye SwahaOm Mani Mani Maha Mani Ye Swaha 药师佛 Om 百沙劫百沙劫百沙迦 Samudgade Swaha Om 百沙劫百沙劫百沙迦 Samudgade Swaha Om 百沙劫百沙劫百沙迦Samudgade Swaha 无量寿佛 Om Amidayu Se Om Amidayu Se Om Amidayu Se 好，最后我们念阿弥陀佛的咒心 Om Amidabha SeOm Amidabha Se Om Amidabha Se 我们最敬爱的老师父、诸位法师慈悲、蔡会长简会长、慈悲诸位大德居士诸位菩萨、大家晚安吉祥，请放掌。我们念阿弥陀佛啊、我想今天加一点点东，加一点点料。我们念 Om Amidabha Se， 怎么念啊？怎么念？重的念，就从你的头顶。Om Om 头在头顶，阿在喉，咪在心，大在我们的脐，那个把在我们的密轮，肺呢就从下面就冲上来，大家试看看嘛，相关的位置，然后我们在念它的时候，让我们的身体跟咒音跟。这个顶就是我们的身啦、这个就是我们的口啦、心就是我们的意啦、脐呢就是我们的功德，
密就是我们的事业，我们说身口意功德事业，把它合起来，那到睡的时候就这五个一起作用力，然后在我们的中脉，在我们身体的正中央，从由下往上贯穿。那这样子念有什么好处呢？你在念的时候就等于是全身都在念，五种智慧都在念啊，然后睡呢就保证往生，就到最后我们说顶圣衍生天嘛、啊，到最后你走的时候睡就从头顶上就冲出去啊，冲到哪里？冲到阿弥陀的大慈悲海、大光明海、大智慧海里面去，也就跟阿弥陀打成一片，那这个就真正的解脱。我们现在说去西方极乐世界不是解脱，那有来有去，还是在相对的世界里面来去，那不是究竟的解脱。究竟的解脱就跟法界打成一片，没有来去，不来不去，不依不异，不生不灭，不增不减，那个才是究竟的解脱，也就已经无我啊。无我不是什么都没有，不是随缘遍满法界，那才是真自在。还是一个身体在那来来去去，我们都晓得观世音菩萨行深救苦，他哪边需要他哪边就化现，同时处处都需要他同时化现，那化多少身不可思议。我们现在的思维就我就是我，你就是你，所以我们轮回，所以我们有障碍。当你慢慢把这些障碍思想，包括你的思想都排除掉以后，我们现在思想是习惯的思想，相对的思想，有作为的思想，有对境的思想，这个都不是真正的思想。就好像太阳光在照，它普照，它不是要照哪一个，但是任何都被它照到了，有缘的都被它照到了。你如果躲在柱子后面，那当然它照你不到，那是你自己躲起来，不是它不照你，它是很平等的，很慈悲的啊，完全遍照。那我们的心呢，本来也是如是，那慢慢的我们的心会思想，会思维，有我能够思维，所以我的思想就变成有思路了，思想的途径。那透过这个思想再用到我们的六根，那眼睛就只能看，耳朵就只能听啊，就见闻嗅尝觉知，这六个东西变成我们的心的一种作用力。而事实上你的心是什么都可以的，眼睛范围不了你，耳朵范围不了你，那它不能控制你，你可以享受它。比如说我们眼睛啊，眼睛见色，那我们就会欣赏很漂亮的花朵啦，很漂亮的风景啦，很漂亮的图画啊。那耳朵呢，就能听很漂亮的音乐，很庄严清净的音乐。那鼻子就可以嗅水沉香啊，各种旃檀香啊，什么香你都可以嗅，花香。嘴巴呢，尝尽百味，身体呢，种种触觉都可以享受。那心呢，什么法都可以相应，就是我们的意啊，本来是这个样子啊，但是呢，我们因为不懂，用错了，所以眼睛呢只会看好坏，耳朵只会听好坏，就都听那些污染的啦，什么的都是听那些声音。那鼻子呢，一就哦这个味道好，这个味道不好，就落在那个相对的取舍好恶里面，所以慢慢的把我们给窄化了，把我们弄得不自在。因为我们分别心我执我见越来越强，所以这个世界本来是一体的，本来是一体的，变成处处分裂。我们想一想啊，在座今天在这边坐，我们通通是人，通通是想清净解脱的人，就这一点上面无二无别，
那我们长得什么样子是我们个别的因缘业力，我们有不同的爸爸妈妈，所以我们生出来不同的样貌，这是因缘所生。因缘所生呢，它是一个条件促成，而我们的本体，我们的本来面目是人人平等的啊。所以只要懂这个道理，哎，其实你慢慢就不会去强化自我。当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个性，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专长，都有他的特色，你应该发挥这个，而不是拿去跟人家比较。我有什么内涵，我尽量把它发挥出来。哎，我长得就是这个样子，不是美跟不美，而是让你认识这个就是我。我长得跟任何人都不一样，这个就是我。这个特殊性不是要跟任何人比较，所以你不管长得怎么样，你就是你，那个样子就是你的愿力业力所形成。不要埋怨，也不要骄傲。长得很漂亮，哎，就是因为你过去有很好的跟美的互动的因缘，所以成就你这一世长得很庄严。相也是由你的心所生，心是由我们的累生累劫的这些种子所聚合而成，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样子都不一样，就是因为样子不一样，这个世界上才会这么奇妙，这么精彩啊！所以所有东西你如果想对了，往对的地方去思考，一切都很妙；往不对的地方去思考，一切都不妙。哎，妙跟不妙，存乎一心。你的心有没有用对？你用对了就妙，用不对就不妙。啊，就是这个道理而已。所以我们其实做任何事情，都可以把它转化成无穷的内涵跟能量。包括我们刚刚说念Om Amitabha Shri 啊，这个你可以试看看，你就马上可以体会。这我讲的是言传嘛，啊，言传我不能把这些体验加到你身上啊，加到你要的在你身上发生，就你要去体验。那方法说了，那我们就把它试看看。现在我们一起来感觉一下，感觉一下。就是一个重线的念法 Om Amitabha Shri， 一个字一个字要到位，要到位啊，所以这样你就不会掉以轻心，你就越念越融入，越念越跟阿弥陀佛的功德力打成一片，跟阿弥陀佛的身口意功德事业都打成一片啊！我们再来一次哈 ，Om Amitabha Shri，Om Amitabha Shri，Om Amitabha Shri， 有没有感觉到啊？你慢慢会发觉，哎，这样念的时候，全身很快就有很大的能量，很大的那个感动震动哈，所以你就越念越有兴趣，越念越投入，这样才能够成就。你说只是应付着嗡阿弥陀佛是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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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念好像是在游戏一样，但你刚刚嗡阿弥陀佛。嗡阿弥陀佛，嗡阿弥陀佛，尤其那个把，那把哈要带气音，打把把把把，听看看了，把把不一样，它一个是很有气感，因为你若气感根本就冲不到下面，下面动不了。所以一定有他这个佛号哈，是不可思议的。那为什么取这个名号不可思议？你爸爸为什么会帮你取那个名字？他有他的想法，他希望你变成什么样子啊？像啊，我们蔡会长那一天就被那个楼上缺配摩托车
赐给他一个名字叫罗桑多戒。哎，他为什么会取他这个名字？当然有他的意义在啊，有他的意义在。所以我们很多其实名虽然是假名，但是这个名字跟你一辈子，这一辈子跟着你，然后对你无穷的生命，跟着无穷的生命发展。你没事有不同的名，不同的名展现不同的功德，不同的功德庄严你整个的佛事业。就你这一尊佛到时候成佛的时候是成什么样子的佛，生生世世的内涵都在庄严它。所以不要轻视我们的生命，不要糟蹋我们这一生，不要空过当下的每一分每一秒。你如果用心的经营它，用心就善用它，这些都变成你积极福德之粮跟智慧之粮的一种因缘啊，一切都因缘所生，所以你会变成什么样子就看你积聚的什么因缘，这个很公平，绝对公平。所以我们才是真正的经营我们自己的主人。那话又说回来，你造什么业只会你报，你受报，别人帮不上忙。所以我们又是主人，那又是承担者。那既然是这个样子，为什么我们不好好去把我们的生命真正的把它充实庄严起来？一定要的。那这些观念有了，你就不敢随便空过，不敢随便懈怠。但是这样不是要你紧张，要你随时保持觉醒，不能懈怠啊。那所以懈怠跟紧张是一对，但是保持觉醒，既不懈怠也不紧张，那才是真正的对啊。你太紧张没有用，太懈怠做不了事。你就持平，用那个很平等平静的心，觉照的心，随时将你的身口意把它保持好，将你的身心好好的去训练它，运用它啊。那这样我相信每一个人绝对都一生一生生生都是增上生，也就每一个存在都有它的意义，都在充实我们的慧命啊。那我们的生命是无穷的，所以我们的功德也可以是无穷。反过来讲，因为我们生命是无穷的，所以你业障无穷，痛苦无穷。问题是你如果没有业障，哪来的痛苦？所以这些道理一定要懂，这些道理如果不懂，你修什么行都白修。我讲白修，就它不会达到真正你想达到的目的了啊。你再怎么富有，你力量再大，我们都知道，近代来讲，我们认识里面可能功夫最好的就是李小龙，他死得比谁都早。所以你有多大的 power 什么，那个不代表什么东西啊。但是就比长寿来讲，很多人很长寿，但大家可以想一想，长寿他如果善用长寿，就可以累积很多功德。反过来讲，他如果不善用，他积积很多罪障。所以生命长短一点都不要在乎，长跟短都不重要，当下你有没有善用它才是绝对重要。你当下如果有善用它，那长跟短都是正面的能量啊，
而且它会变成正能量的惯性，因为我们不断的把我们放在正能量的途径上在进展，进展的快慢没有关系，但总是往前在走。反过来讲，如果我们忘了这个，常常你就活得越久，那造业越多，痛苦越多，树的敌人越多啊，所以这些我们要常常去思考它。那靠什么？靠我们本来有的觉照力。怎么样子用这个觉照力？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可以将我们身口意功德事业跟阿弥陀佛的大功德力打成一片啊，那比你去西方极乐世界更踏实、更受用，而且不用等待，当下就是啊。我们再来一下，再训练，训练到了有感觉啊。好，嗡阿弥达巴，那个睡的时候就从下面中脉啊，中脉在哪里？在你的身体的正中央，头顶的正中央那泛穴，下面呢就你密轮，就大小便的中间，你该捏卡生起来，捏起来哈，那个地方就是下轮，就是我们密轮，把那一点跟顶上摸下去软软的这一点，两个串联起来，就是你的中脉。好，我们再试看看啊，阿弥达巴。有没有感觉？再来一次，嗡阿弥达巴。如果你天天都这样训练，那你绝对不怕死。死对你来讲一点都不可怕，因为你知道，到时候如果从这边走了，我用这一招，那只会去佛国，不会轮回，更不可能去三恶趣。但是你现在就要常常做训练，常训练，这个是纵线的念法，就是从上到下的念法，然后另外一个念法就比较极静的念法，就从心观想有五瓣的花啊。那中央是睡字，那五个花瓣上呢，从前面这一瓣嗡，然后右上方啊，右下方咪，左下方打，左上方巴，那中间睡，嗡阿弥达巴睡，嗡阿弥达巴，就往这个睡念完，就往这个睡摄收，嗡阿弥达巴睡。嗡阿弥达巴睡，嗡阿弥达巴睡，这样你会越念越静，越静哈，越来越静，就是达到止，达到一，然后一达到空，这万法归一，一归何处？一归空，一本不可得，所以这样你就慢慢心就会静下来。啊，那你如果要禅定的时候，就用这种念法；你如果要让你的身口意功德事业越来越充实，你就用刚刚那个嗡，就由上而下的那种念法。那这个就两种都有，展开可以变法界，收摄可以入一心，啊，都可以，可放可收。看你现在是要收还是要放，那不同的目的就有不同的做法。这佛法本来就是这么样子的活泼，这么样子充满着能量啊，所以懂跟不懂，当然做起来就不一样啊。懂了以后，做跟不做，结果就不一样。我们现在可能听完了以后懂了，但回去不做，那就还是依然故我。那你说有空想到就做，修行很重要的。刚开始
不要一次做太久，短短的几分钟掌握了受用了就好，休息做什么都没有关系，要时间短次数多，想到就做，想到就做啊，时间不要太长啊，这样才会新鲜，你那个念力才会强，动机才会强。如果时间一拖久了就不精彩，因为无聊，因为不断的重复做相同的事，他会厌倦。所以刚开始绝对不要求长，时间不需要长，短短的就好，三十秒都可以。嗡阿弥陀佛，是嗡阿弥陀佛，是嗡阿弥陀佛，是念三次都可以，不一定要三百次啊。但是你慢慢越来越有趣，越来越能掌握的时候，你这个时间就渐渐的自然加长啊，这个才自然，不要太勉强。那忘掉了，想到了就念，不要说啊忘掉糟糕，我又怎么样了，我怎么又怎么样了，不要责备自己，要提醒自己，不要责备自己，要觉照自己，不要紧张，也不要懈怠啊。这个如果把握到了，我们就在行中道，就在行菩提道，就在行佛道，行圣道，行成就之道啊。慢慢慢慢来啊，慢慢，不要急啊。好，要不要体验一下那个平放在心？你先观想在你的心里面有一个五瓣的花朵，五瓣的花，五瓣的花哈，平放在你的心间，然后每一个瓣上，前面这个瓣是 Om， 右上方妈啊哦啊，然后右下方你，左下方打，左上方把，中间是啊，我们念一下，轻轻的念 ，Om 阿弥陀佛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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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不会是不是感觉好像很容易静下来，心很容易很宁静，所以就轻轻的念，不要用力。嗡阿弥陀佛是，嗡阿弥陀佛是，就这样。那静下来，静到哪边去？静到你清净的心里面去。放出来，由清净的心放出来，变成你的身口意功德事业啊。所以展开可以遍满，收摄呢，就回到那个不可得的空明遍满的心。我们最近一直在讲这种观念，就是要慢慢，你知道要像我这样讲不是那么容易，我修了50年，把我的心得都一下子就告诉你，你可以从等于踏在我的肩膀上往前走，那这些其实不容易听到，也没有人愿意这样讲，因为他好不容易得到一些经验，怎么可以随便就传出去？但是我想，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想把我们这一生充分的好好的运用，所以我就把我的心得就一下子传给大家。这个其实也是我的上司交代我的责任啊，这些很新要的东西不能密起来，不能密起来自用，一定要普传开来，让大家受用啊！一定要慢慢让所有想修行的人都尝到了修行的法味，这样才会越多人修行，而且是修无形，不是修无形。我不忍心的是，很多人那么用功的修行，怎么修半天，那个一点都不改。习气一点都不能转，那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讲严重一点，他根本就不懂，所以他根本转不了。你若懂了，当然你的懂不能变成别人的懂，但是可以推荐给他，可以影响他，慢慢的让每一个人都懂，
那个如果发觉自己错，他才会改变。他若认为我都对，他需要改变什么？不需要，他是依然故我，我就是对的，我有什么好改的？那修行的第一步就是要看到自己的缺点，看到自己不对了，你才会改啊，这个才是真修啊。啊，现在我们不是啊，都是什么都不用改，但是又想求很多东西。那个跟那个小气财神一样，生命越久得到的越多，他身上的铁链挂得越多，越重，业障就越重。所以我们千万不要犯那种错，尤其我们已经学了佛啊，尤其我们很想学佛很想修，那更不应该放纵自己不断的犯错啊。那要知道自己错，除了提起觉照，很重要当然就是善知识善法理，有一个真心想做你的朋友的，我们说有慈有量有多闻嘛，什么是好的伴侣？这个人很有学养，这个人直心不会扭曲，这个人会体贴别人，会帮别人设想，这是我们孔老夫子教我们的，很好用啊。那很明显的，如果你有这些善友，当他看到你不好，他会告诉你啊，你安尼唔好，啊，但是安有改动作朋友，安会先来交人配音，就是拢动作伊，也毋是恁朋友啊，伊是咧交你竞争的，伊讲你歹，实际上是嫉妒你啊。我安尼想的时候，讲，哎，我哪有歹？是刁工要讲我歹，我无歹，啊，安尼就无好意啊。所以一定要知道自己不对，才会进步。你若都对，你不会有今天。你若都对，不会有今天，不会还有烦恼。你为什么还有烦恼？就是你还有很多不对的地方，啊！所以如果有人能帮我们，当然阿弥陀佛，功德无量，啊！如果有人指责我们，一样阿弥陀佛，功德无量，因为他指出了我们自己看不到的缺点，啊！如果这样，处处都是菩萨。那要处处都是菩萨，必须你自己是菩萨，只有菩萨才能认识菩萨啊！所以我们互相勉励啊。好，那接着下去呢，我们就要当他讲委车，他有发挥讲委车啊，啊讲委车了的过车十了，开个会好发挥。所以我们今天能来参加共修，是你的智慧，也是你的福报。因为接再下去就没有修法，要等到明年的讲委车。那我们说，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那好的结束是成功的完整全部。我们参加了今年的最后一次共修，那今年你有福了。好，那所以下个礼拜就一月二十一，再过去那个礼拜一月二十八，我们的周六的共修就暂停啊。下个礼拜天呢，各来各七天呢啊。下个礼拜天是讲为初一安武弥勒法会。那法会地点还是在这边，因为这边比较宽，人比较不会那么挤啊。是早上九点开始，大家如果有时间，我们说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啊，还是希望大家都能来参加啦啊。那明天是我们今年的最后一次的志工日，那如果大家有时间也可以来帮忙啊。然后我们今天的共修来做回向啊，回向给这些大德能够身心愉悦、健康哈，然后身心都能够无碍。刘景山、邱月慈、陈义静、黄慧英、
陈荣吉、黄子深、蔡宗安、林之荣、林李宗汉、叶玉双、李慧君、庄世宏、吴春玲、伍非凡、许一鸣、孙玉伦、林建颖、朱黄文之、朱坤荣、洪武章、何家、李兆龙、林有利、林李代、高国雄、刘正春、武王孝、黄淑美、黄玉仁、黄正义、蔡卫岳飞、孙蔡好、林俊邦、柯正盛、杨武宪、蔡淑芬、黄武成、许贝明、啊、加上 我家的菩萨许淑珠，愿他们都能够早日康复，身心愉悦啊。同时我们也回向给这些大德能够品味增上，往生净土。苏正安、丁志华、金玉秀、蔡庄、金杯、李光春、黄月、孙金龙、吴秀云、吴秀美、林周、月中、陈明宏、郭东元、杜浩明、吴进春、冰文守、古新德、杨金定、刘李月娥、徐卫安妹、安白美、李黄东蔡、刘来旺、李湛、陈高林、刘金城、吴仲才、简龙朝，以及弥陀殿所有大德，愿品味增上，往生净土。好，最后我们大家一起以我们最清净的心往上供养十方诸佛，嗡，往周遭回向法界众生，啊，愿一切都能够离苦得乐，嗡。